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94面，494面，都算啊，第四行看起啊，都算第四行最后的一字啊。慧能大师，当时尚未剃度，只是庙中一苦工，依法初心，顿定作为，正可为菩提心轮中，若修正出现，即为一切导师，不起有作人生。一切佛事皆殊胜，念了故若作慧能大师这个例来做证明，由此知影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就是真正发菩提心。这个心一个法呢，凡夫就成佛了。为什么呢？伊放下了，不是本来佛，本来是佛啦。咱那都是因为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障碍着，佛并不是起啊，是真佛啊，不是假佛。这个事理啊，拢爱真清楚、真明白，肯定咱啊，家己本来是佛，就是讲因为有障碍，这叫做啊迷障啊。佛无失去啊，确实本来是佛，所以华严经上啊，佛甲咱讲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啊，咱变作凡夫咯。咱把这物件一个放下，就成佛。慧能大师都是伫五座回下，一时顿下，所以就会顿悟、顿证。伊啊，开悟所证的果位，甲释迦牟尼佛伫菩提树下所证的完全共款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所以啊，一个发初心，庙内底一个苦工，咱啊，现在讲义工啊，一个心一个发，就成佛咯。这会当为菩提心论当中啊，诶，这段话头前咱有讲过，好过修正啊出现，啊修修这个意思，就是转过来。念头一个转，这就叫做修啊。伊对正德，出现什么呢？菩提心出现，真心出现了，伊就会当为一切天人导师。不求做，是讲伊真紧。呀，伊个成就一切佛事，这个佛事是教化众生的大事啊。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后，
一生从事教学，所以教学是佛事，为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。什么榜样？感恩的榜样啊，不是卑贱的榜样啊。感恩的榜样，这是佛事，这是古主一个真好的证据啊。菩提心，行出凡境，更是万超越，万万超越啊！凡境，功用难思，伊的功德，伊的作用不可思议啊！如是心性，名为法心。哇，一句话讲啊，菩提心现前，就是证着法心。啊，慧能大师啊，都是法心大师。法心大师都是佛啦，所以呢，是佛道之本体，名为菩提。啊，个菩提体、菩提名称讲出来了，这是啊，法心菩提。下面就是公布心，发心本故乃性德呀，不是修行的，是性德。有德有功，性德奉献，修德爱的距离就是放下业障，无别项，拢总的放下，放下啊，性德都。性德现前，故必修万行，功德庄严的报身福果。啊，性德现咯，也得个爱修无爱修啊。啊，修的意思是什么的修修，甲人做榜样啊，甲人做一好模样。如果你无修就成佛，大家想讲啊，你无修，我嘛会使唔免修啊，我嘛会当成佛啦。啊，那无你啊，看释迦牟尼佛啦，代替代我咯。伊伫啊六亚湾甲五比丘公树地法门就成法，临天法。而且做出修行的模样，修行的啊 BQ 啊，每天出去突破，出去行化，乞丐、修定、恭敬教学，做出啦、啊、榜样，为义有节。啊！大家做榜样，做好模样。啊！功德庄严，得报身福果。啊！报身圆明故德，通达无碍。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。故作满德满灵啊，通达无碍是啊，是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这叫做这叫圆通无碍，这叫报身菩提，这第二种。那第三种呢？这个啊，对啊，这个报心啊，流现化心，这是啊，变化呀，随机呀、啊，化现呐、啊，妙用无穷，这个作用是对众生的。
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无缘众生，佛经常常讲：佛不度无缘之人。伊甲你无缘，你袂当度伊啊？为什么？你度伊，伊唔相信你。那什么是无缘？伊相信你啊！伊听你的话，就叫无缘呐、啊。你讲高明，伊唔相信你，唔听你的，你安怎教伊拢无路用啊？迄叫做无缘呐。无缘众生，就是无量劫中，不管咱你是有善缘，也是有恶缘，啊，只要是有缘，伊就会听你的。啊，也成熟了，也热心来向你学习。伊一生伊就会成就，也若无成熟，来慢慢等待，爱甲教。啊，这一生也无成熟，甲教一点啊，下一生佫拄着，佫教伊一点啊。佛度众生，唔是生成就，生生世世帮助众生，慢慢啦、啊、来等待成熟，成熟就用这个法门帮助用心啊，伊就圆满成就。我即句讲，一切学佛的人拄着正宗真心。切观，咱就会知影，这叫什么呢？这缘完全成熟咯。伊这个一生决定成佛去咯。那如果拄到正宗，要有一点啊怀疑，要袂当完全相信，要想要学这个学迄、那个，迄就是缘阿未成熟啊。啊，这一生袂当往生，搁等来生后世。这个咱当地现在看到，这个看到怎样？伊是不是有缘呢？伊缘有成熟无？拢总啊，拢爱帮助无缘的人，爱甲伊结缘，结缘来生有缘咯。啊，因此咱都有结缘，袂当无垮，袂当啊无做。啊！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伊听到了，迄拢是甲伊结缘。咱身躯提一罐念珠，伊一日看到哦，知影这是佛啦，也知甲伊结缘啦。总是爱互伊啊，甲咱来接触，互伊心肝内有意无意，会有一个佛力更伫个心内。所以是一列尼君啊，因为道正啊，伊看到一列尼君啊，因为道正啊，这个阿赖耶先来对佛的经济，特别是阿弥陀佛的经济进入去了。阿弥师在教化众生啊，果我啦，果我亦物。亦是利益，无讲人，伊是讲物，物是法界拢包咯。如果讲人，只有人法界，无包括其他。讲物咧，是法界拢包咯。圆满通达，即叫化身菩提。也会出知影，化身菩提是伊个他受用，报身菩提是伊个自受用。家己真正做到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圆满啊！家己的智慧，那圆满家己的理想，这也属于报身。第三，显化心有依啊，依啊，就是无共款啊。啊，发心无依，因为行者，行者就是学佛的人啊，修行的人，修因发心故，具三种。
啊，这三种的后面啊，念落嘛是有解释。一家要是色大有无，从本以来自性清净，这是啊头一个条件，一定爱认识有甲无。什么叫有？自性啊清净心决定有。自性清净心以外决定是无啊。大经上啊，甲咱讲诶，凡所以上，皆是浮梦啊。这个上不是真呢，这内最重要的意思是教咱有你爱甲抓条诶。无咧，就爱放下。啊，无这物件，若无放下，迄就障碍你的自性清净心，永远袂当见性。第二，延寿万行，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门顶，我想讲呀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都要安怎呢？还要圆寿啊！啊！一修一切修，一切修一修。阿家大慈悲为本，应以闻道为怀呀、啊！一定都爱培养家己的慈悲心。帮助众生和别开悟，这个意念唔通未记哩，念念为怀啊，这是行义啊。帮助众生，特别是帮助众生临舍净土，帮助众生一心专念，帮助众生。这一生往生成佛，初次三因，能有大菩提相应，故名啊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肯定是这款的啊。由故净土论，就是往生论里面讲，因发菩提心者。这是愿做佛心，发菩提心不是别项，就是愿意做佛。啊，愿做佛心者，即是度众生心；度众生心者，即立处众生，心有佛国土心。今既愿生净土，故先须发菩提心也。啊，后面是五念落的解释，习惯啦，发心有二者，非有两类，这实际上是解释头前所讲的，这个有两类，初者行者有因地中，那现在拢嘛是伫个因地。阿拉无经过拢是伫因地，古话以下至三种心一家，是色有无，有了达从本以来自性清净，自性清净头前有自盖咯，自性本净，只有色大有无。是为我心之玄关啊，这是关键所在，非常重要。你得要认识你
都爱通达，你都爱明了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，这物件爱创个清楚啊。啊，无食，这心经中将无眼力啊，乃至啊，无智亦无得，一连传这个无理啊。心经上讲啊，真清楚，大家拢啊念啊真熟咯。啊，无眼力必舍心意啊，无啊色声香味触款，无眼界乃至啊无意识界，这就是十八界啊，六分六尘六色拢无啊，乃至到最后讲。无地亦无地啊，啊，这个还知影什么是无啊？啊，有这大涅槃经文啊，如是业顺立超禅意，何故大众我以混干？遍观三界一切诸法，无明本质，性本下脱，有十方求了不能得，根本无故。所以机业皆性下脱，无明啊下脱故啊，乃至如是界的下脱。这是啊，古勒甲人讲，经常讲，将佛告大众，这是啊，释迦牟尼佛伊讲的，我以佛眼遍观三界一切诸法。变化界啊，虚空界，一切诸法无明本质啊，本质都是本体。啊，性本下脱，你看一切法的自性。一切法自性决定无烦恼啊，习气无这物件。你去这内面找，这我找无，我得一个找无，哪有我所呢？啊，我所有的啊，当然都无滴了。这什么？伊本来下脱了。有啊，十方去求了不可得。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浮妄？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。真正是啊，了不可得啊！所以佛甲咱讲真话，真话是什么呢？根本无故啊！根本无，像张秋共款，根本无啊，哪有机修呢？啊，这件代志，咱啊细心回顾过去所学呀，延寿大师、周华严、欧尔济、孟津、黄文宽，都明白咯。你家看黄文宽顶面甲咱讲的。有条安怎起来呢？我对都会来，
圣贤一体去利用，一体就是根本。啊，根本是什么呢？自性清净圆明体啊。这个物件有啊，真有。虽然真有，伊毋是物质现象，伊嘛毋是精神现象，嘛毋是自然现象，伊无现象，伊真有。迄都是真如啊，迄都是自性。因为无现象，所以佛家叫做空。空毋是无啊，空是有啊，真有啊。为什么呢？以灵性现象，以啊灵性自然现象。灵性精神现象，灵性物质现象，以灵性啊，奇怪啊，啊！但是灵性的这些现象是幻想，你还知影？灵性现象不是真呢？本体是真有，又是空啊！因为什么拢无，伊真正有啊，真存在啊！伊空拢嘛是变的啊，伊空唔是真的啊，伊变的啊，就像咱做梦共款，梦中有虚空，精神虚空无去了。咱今仔伫这虚空内底，什么时阵咱感悟超出六道轮回，这虚空都无看到。你不是真的啊，真的就是自性啊。所以对于一体，一体就是空寂。其实两种现象。去利用啊，这个是宇宙出现咯，依波，这个是我出现咯，正波啊，这两种作用，正波依波出现，变现出来啊。佛在大乘经上常讲，一念不觉，理有无明。啊，这是一念不觉。现出的现象，那像咱做梦，梦就是一念不觉啊，做梦咯。这个现象就是起来，现象有三个特色。第一个是周边法界啊。咱无法度想象，啊！咱的物质现象是身体，这是物质啦、啊。物质是波动现象，每一摆这个波动拢周边发界，你讲速度偌紧啊？现在讲电、讲光，甲伊来比差太远咯。伊是立刻周边发界。光甲电的速度也是真慢啦、啊，一秒钟30万公里，对太阳到地球都要8分钟啊，遐长的时间呐、啊。啊，咱自身内面变现出来，这个能力太大，伊在叮当就周边发界了。啊，无障碍的人，这信息因了嘛收到了，
你无障碍人啊，咱有收着收着啊，收着有障碍啊，收着唔知呀，无感觉啊，咱是凡夫啊。啊，咱有梦想分别执着啊，咱的灵知障碍着，变化界、虚空界信息，到咱遮竟然啊，拢无感觉。啊，什么人有感觉呢？烦恼只要较少一点啊，就有感觉啦。障碍较轻一点啊，阿罗汉有感觉，因为阿罗汉的见思烦恼断了。虽然也有尘沙，有无明啊，伊会收到一寡信息，真清楚。要有大半伊唔知影，啊，咱就完全拢唔知啊。啊，菩萨修的信息比阿罗汉较多。我心菩萨修的是圆满的，啊，都是头前啊所讲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伊会当啊修到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圆满的信息，向一切诸佛如来，下面啊，地界的众生、三途众生、三途众生苦啊，因修着啦。诸佛如来智慧神通道力，教化众生因啊修着。啊，现在有所谓空中传音嘛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比传音还更厉害。无名下团歌，乃至老师界的下团。无名是君啊，无名解脱了。解是解毒啊，无名明了啊。那那是脱离啊，脱离什么？脱离无名啊。这就是十二因缘无存在咯，无明言行，行言色，色言明色，乃至后面啊到老死，当中啊下脱咯。这人就正发心啦，就成分咯。以心灭，我今安住上寂灭光，咱就该叫做上寂光，明大涅槃。此乃世尊最后诸比弥切之随时，微妙困切的。实现，这个事都是甲咱啊做出好的榜样。迎接永明大师，宛如无量劫，北皮为爪，下骨为鼻，用肺做目，为事出门，用布做温家呀。永明延寿大师啊！咱啊，净土宗第六代祖师，伊老大人发的愿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这四句偈下落来啊，永远甲
传落去呀。为什么呢？为报佛恩啊。大家环境啊，顶面啊讲的这几句话呢，根本不够啊，所以一夜该谢下团了，无名下团过，乃至老师该得下团。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把问题拢解决了。啊，最上要紧的，才会开始啊，有慈悲啊。法官啊，把皮为纸，血骨为笔，用家己骨头做笔，用血来做墨。来写这个经文啊，无无量劫，现在唔免写咯，现在有印刷，会当啊，大量机啊印啊，迄时阵一张一张写，写落久咧，写无量劫，你甲看卖，发遮大的心。这是什么人呢？有恩不恩啊？唔知影的人未晓去做这款代志啊！知影的人做这款代志啊！知影这几句经文啊，真好啊！人就看会开悟咯。就是什么？真正会当认识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啊？后面的这四句话，这要义讲出来了，无名本无，义啊何有啊？无名是根本无名，义啊是什么呢？厌世烦恼、颠沙烦恼、甲烦恼习气啊，这是机修啊。所以根本无明，就会捞出啦，这个啊，颠沙和烦恼咯。有颠沙烦恼，又搁再捞出厌世烦恼。啊，无明是本，是根本；颠沙烦恼是基，厌世烦恼是修啊。我按你讲，大家听有，是用树木来做比如，根本无的，哪有机会啊？这个断烦恼断个真紧呐、啊！为什么慧能大师啊，听两点钟的这个开始，伊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咯。为什么明白了啊？根本无明啊，本无啊！那转拢断了，什么代志拢无？为什么这下未当断啊？无把它对机修啊，非常缓慢的办法啦、啊。对根本断啊，是最聪明的办法，就是。向上君临啊，对啊，根本来落手，哈哈，君临啊，对机巧落手啊，道理啊，就是在这地啊，道理啊，就在这地。啊，咱先对机修，慢慢的时阵，总有一天啊，一下就对根甲废掉。
为什么呢？真觉悟了，真明白了。为什么未当登？也个是有怀疑啊，也是认为真正有，无别项诶，就是这个，这是较早张家大师讲话。你俩做讲你明白了无啊？按怎才是真明白、真放下的人真明白，无真放下，定真多嘛会晓讲，实际上无明白啊。这就是张家大师以前常常跟我讲的“知难行易”啊，佛法也是“知难行易”啊。释迦牟尼佛讲四十九年，知难啊，行，亲像六祖这款人，你看偌容易啊！这个就放下了，马上就回归还原了。梦境的还原呢、啊？所以还原观的头前的三段，已经是六段。头前三段就是要教咱认识真梦，多者是真，多者是梦，你要认识。后面的两段就是看破放下。中爱第四段，迄就是咧讲教化众生。你也发大慈悲心，你虽然是真正看破放下，你也都唔通未记哩众生，可怜众生爱加加照顾。所以家里虽然妙用，应顺众生虽然妙用，唔通着想，还会有这。在在处处，个众生表现到一个好的模样。啊，第三个，迄就是一个好的态度，特别提醒咱留好一滴，对别人爱客气，哎呀，留好，尽量爱真诚，一滴就是真诚啊。然后一句，祝福。大众生苦啊，唔通看到众生啊，无必故意啊，家己走去，这个无慈悲心吗？啊，众生苦都要帮助伊，要救伊啊！啊，众生有生死，什么叫生死？伊就是讲啊，有生死，都真正有生死。你啊，已经了生死了，你无生死。那无生死的人帮助有生死的人容易啊，有生死帮助有生死困难啊，伊还保家己的命。袂当讲因为你的生死牺牲我家己，伊是安尼想的啊。有生死啊，菩萨无生死，众生无命，菩萨无命，所以啊，伊啊帮助众生的大自在啊。啊，达梦本空。梦啊，是伊梦，小法界已经庄严，本来空啊，真性自现。只要你通达，有啊，就是空。现在讲这种话，科学家伊个领悟较深嘛？为什么科学家知影？科学家证明，所有物质现象是假呀。所以佛弟经常讲的这句话，但梦本空，科学家一定点头，一定拍破啊。为什么伊证明了物质无啊？物质是物件，意念累积的幻想啊。
啊，真侪意念甲钱做一个，产生一种幻想。物质千差万别，这现象按照三星，伊讲频率无同，频率慢呢变成个体，非常定啊；频率紧呢，伊就会软啊，生软啊；频率更加紧呢，就变作光咯，变作电咯。变作流动呀，确确实实全部拢嘛是意念，这都是大乘经上佛上讲的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你心内若无想，一切法拢无咯。世间人嘛有讲啊，咱啊做梦，梦是意识、意念啊所生的。所以讲下意识，你咧睏的时阵袂当控制啊。下意识变作梦中的境界，梦中境界嘛是心上生的。精神都梦都无去咯，精神都是啊干我咯。也是讲，你的意念恢复正常咯。同款的道理啊，圆圆观里面最重要的意思，就是教咱真正认识整个宇宙甲家己是一体。一切诸佛甲我都是一体，一切众生甲我是一体，一切花草树木山河大地甲我是一体。这个认知比什么都较重要。这个认知那是要用这个世俗的话来讲，天下太平啊，世界大同啊。啥人不爱家己呢？变法界虚空界是家己啊，这叫什么法心啊？真正是我，我是什么？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都是我。亲像咱这人心。啊，这是我的手，这是我的正手，这是我的倒手，这是我的手枕头啊，这是我的枕架，啊，这是我身躯的五官啊，六腑拢嘛是我。你唔知讲整个虚空，整个法界是我，唔知这是我。宏观观啊，加咱认识啊，啊，家己找到。家己的迄种梦想分别执着，全部拢放下了。啊，梦想分别执着啊，拢是啊，障碍啊，互你完全甲真相明了啊，放下就真相大白啊，拢总明白咯。啊，什么问题拢嘛解决了？唔知的时阵，这是问题啊，还是问题啊？知影咯，什么问题拢无啊？出家第一步之要义啊，就是知影无这重要意义，第一步的第要义啊，只有第有宗门。啊，上法啦，禅宗上讲的啊，必须第一有师德，
啊，知性中本无，知性中本有啊。啊，性中有性啊，性中无性啊。有布大师心王明月，水中咸味有无？水是咸的，大海水是咸的，有味啊。这内底啊，交清决定是有啊。不见其形啊！你无看到盐的味，你无看到。色内底交清无看到，伊决定有。不见其形啊！心妄业逆啊！心内孤亭，心是有啊。是有是色啊，这个心的内底有心吗？心的心性有性啊，决定有性，心内孤亭，伊呀，孤住伫倒位，伊停伫倒位，啊，每一个细胞拢嘛有。细胞一个太多啊，两落的头前引用的近代科学家发现的量子子啊，叫做啊量子啊，无听都是啊佛所讲的啊极微之微，将所有物质未当个分咯，个分就无咯，极微之微。这个小米子，这个、中米子，小米子有偌大呢？一百亿个啊，一百亿个组成集合做伙，都是一个电子。电子咱肉眼看未到，咱看到科学家画的迄个图，原子是甚么款呢？其中有一个原子核。边有几落电子随着伊咧转啊，那像太阳系同款，都、就是迄个小小的电子，迄小电子，即、這个电子，甲伊啊分出来，都是一百亿个小微子，迄一个啊，伊啊，即、這个啊，迄、那个小微子啊，固着了色受相形式。这个小米柱你是看会到，你看伊的物质啊，但是你爱受相形式你看未到，因为伊不是色法啦，你看未到，绝对是有啊。刚本博士实验的水，水你是看会到的是物质，水会听会看啊，会了解人的意思，啊，你迄个看未到。绝对是有啊！通过一个实验，真正发现伊有啊。迄、那个有是啥物？那是性德啊！伊自性内面毋是叫做受相形式，佛教名词叫做见闻觉知啊。那伊伫物质内面就啊叫做受想形式，有感受啊。咱讲伊是活的啊，伊毋是死的。有修有想，啊，就是讲有分别执着。你看，你善的对伊，伊回应就真水；你用恶意对伊，
伊个回报就真及时啊！伊有分别，伊有执着啊！啊，这种分别执着无形啊，你看未到，绝对有啊！物质内底绝对有精神，精神内底啊，绝对有物质。这叫知有无啊！心妄盈利，心妄是精神现象啊，不是物质现象。伊伫肉体内底，心内孤停，面门出入，应无随境自在，无碍所作皆成。这是讲心王啊，都、就是啊，精神现象，受相形式，一门各地啊，在咱的身体内底真正有，你看未到，听未到，啊，咱的五官，那你比些心，拢是无办法去觉察到，伊真正有。明中以比如明东林各个自有心王决定是有啊，应无随情发挥妙用，但不见其形啊。顺利的意思你就真欢喜，无顺利的意思你就无欢喜啊。肯定有啊，你都为你找未到，所以咱学了梦境方案观，听到科学家的这些实验的报告咧啊，咱也知影，每一个这个啊，中米煮来都拢有。不可思议啊！真正伊会当发挥妙用。你爱讲啊？爱讲什么呢？这现象拢嘛是幻想，啊，这幻想啊，拢嘛是自性每个时阵啊，伊的作用啊，各个时阵啊，叫做妙用。妙用是什么呢？妙用。都是如如不动啊！出世智慧啊，出世德相啊，伊也未生烦恼啊，未讲有七情五欲，伊智慧。德相无量的上好庄严，这人代表呢？佛菩萨代表。啊，发挥妙用，你不见其形。有涅槃经文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只有者即是只有出佛性啊。只有家，只有自性，叫佛性，是对自性内面的觉性讲的。因为佛是觉的意思啊，法性啊，比佛性的范围较宽，法性全包咯。佛性啊，是法性内面的一分觉。真有啊！咱六心内底有啊，万物内底有，九百花草内底有，山河大地每一粒米丁内底拢有，
咱就肯定要讲这句话啊。变化界、虚空界是一个有机体，我诶，无一个物理诶咧讲是无发生诶，也是无可能诶代志。所有一切现象拢嘛是发生变现呢，无形那有相呢？虚空是相啊，虚空有无？有啊。虚空若是无，伊就未当传递信息。那三种周边内面啊，周边法界就讲未通咯。团队信息伊当然是有啊，安怎来讲伊无呢？高下卡甲咱讲，用微子会当啊穿透，那是一刹那，穿透什么款的境界呢？不过来对甲咱讲，一个从女主有能力会当啊穿透十亿公里的更半。更半十亿公里，咱这地球无呀？地球大概啊，只有伊伊个直径啊，这我拢未记哩咯。这以前啊，有物理的时阵有来对有，大概啊，较无一万公里啊，地球。对南到北，一个地心，我想看不一万公里，因为咱对中国啊，飞去到美国，都好是一万公里，都是太平洋啊。太平洋对中国到美国啊，是一万公里，十亿公里啊。偌济地球啊！啊，一刹那就甲撞过去咯。这是物理学家甲咱讲一个事实真相。啊，物质现象内底有精神现象伫咧啊，就是。相中有性啊，有发性啊，性中有相，性相不离啊，性相一如啊，有同达有无啊？啊，咱知影有性，咱这身体有佛性，当然会当成佛。只要把障碍心性的这个物件给放下，这物件嘛是无形的，电视烦恼是无形的，电视烦恼嘛是无形，无明烦恼更加是无形。起心动念，骨骼是无形的呀。只要把这物件放下，你的明心见性，真相大白啊！心定六蕴。所以古代
拢要恁知友，若不知友，总是希望。顶面解释了，知无有知友，以明识达有无。你真正认识，真正通达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？有识达为啊，识心达本。识达也会当做这款来讲啊，了达从本以来自性清净，都是慧能大师建成讲的第一句话。咱的自性本来是清净，现在也是清净啊，永远是清净，不其自性本自啊清净。无念有啊，此情相当有大乘起信论中之一心。这解释真好，解释得真清楚。一心是菩提心，就是真心。菩提心的本体就是真心。真心就是自性清净。以心者，正念真如法呀。这个念不是起心动念。念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中国的文理会议，金啊心，你的现在的心嘛，你现在这个心就是真如，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这叫做的心嘛，有起心动念，这就叫妄心，那就不是真心，真心变作阿赖耶，变作妄心咯。但是你也知影，妄心的本是真心。妄心无念污，真心无念污，所以念污是假呀，念污不是真的呀。真心啊，是无念头，你起迄个念头是假呀，不是真的呀，不是真的。随便起什么念头拢无所谓，你真讲我，而且无所谓。你未讲我，把迄个念头当作真的，麻烦就大了。马上就变作想出来，啊，先的念头变这个腹部，后个念头就变作嘴部啊，这就是三种，哎，这就是三种周边的第二种啊，出生无尽啊，你就现象啊，善念现天堂，恶念现地狱，你那是真正知影讲。先弄个念头啊，拢嘛是假，伊未现象。啊，善念未现天堂，恶念未现地狱，伊未现象。为什么你认识伊啊？你无认识伊，就变把样你看。无认识伊的时阵，善念就变作天堂啊，恶念就变地狱。识达重要啊！释达菩萨用这个也度化众生，作为度化众生，种种善巧方便，跟那像变魔术同款，完全明了，无了解事实真相，蒙在鼓内，那就修咯。啊，首先啊，你就去享福。做罪业，你就去受罪咯。
啊，你就去修咯。迄、那个修真正是玩弄啊！真的啊，真正叫玩弄啊，拢总拢无啊，拢嘛是假啊，无一项是真的啊。你家延寿万兴啊！相当有该论之清心，乐修一切诸善行果。缘，咱那一般讲条件，缘分。哎呀，将恶掉，修万行啊！万行归纳都是啊，六波罗蜜。修什么呢？修布施，修持戒，修忍辱，修精进，修禅定，修八智。六道顶开是万行。或者是修啊，十善啦，同款的啊。啊，十善都是恶事啊，十善都是乞丐啊，十善啊都是忍辱啊，甚至不济啊。以六道为公啊，以十善为目啊。布施内面有十善，持戒内面有十善，乃至禅定不止内都拢总拢有十善。相当伫这个起信论的清心。然后就是欢喜呀，就一切诸善行果，加以啊修善行，加以啊帮助一切众生啊，特别开悟啊。三者在诸彼为本啊，相当有彼之大彼心，若破一切众生苦果。众生太苦了，尤其是现前咱那所看到呀，啊，咱那所度到呀。玄奘大师常讲，任何人，啊，叫做世界，四土三辈九品，总在五缘不同。咱今仔日拄着缘殊胜，为什么呢？众生太苦了，慈悲心容易发出来。你都未到这个缘，这心发未起来，唔知对对发起呀、啊？遇到了后咧，啊，就得爱家己啊帮助。专心啊，专力啊，都要甲帮助。所谓的众生拢嘛爱帮助。唔通去分别，也唔通去执着，
耶稣基督里面有讲啊，凡是人皆所爱啊，在生活化心量广大，一切众生拢嘛爱爱啊。众生的本意，爱怎样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。这个啊，世间所有一切法，都一法不是众缘和合呢？拢总拢嘛是啊。树木花草众缘和合，山河大地众缘和合，变化界虚空界拢嘛是众缘和合的。这就是爱心变化界，先以变化界啊！这是什么心？圆满的菩提心，咱来当个帮助未？欢欢喜喜去做啊！遇到这个缘，应该去做；无遇到，莫去找。这就是攀缘。遇到安怎呢？遇到是随缘呐，随缘呐，甲攀缘这意思就无同款啦。那呐，都爱先去找这机缘，这叫攀缘。无找缘来咯，自然而然来啊，这是啊随缘。啊，随缘都爱呀，不变呐、啊，这个叫妙用啊。随缘随着变就无妙了，变是什么？你来对有故人自私自利、名门利用的来对啊，那就错了，那就不是伫咧修菩萨道了，还什么？那叫造业，不过做的是善业。善业啊，果报在人天福报啊。啊，如果随缘内面啊，无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叫做功德。这个功德回向啊，菩提啊，回向实际，回向众生，成无上道啊。所以念念不忘苦难众生，起初这三种发心，这三种发心正是起信论的三心，诸至三因领悟大菩提相应，故知法如是之心，即是法大菩提心呀。啊，法菩提心，一般世间人讲的善心是无同。一般世间人讲行善积德，伊毋是菩提心。为什么呢？伊叫福报啊！伊也是有所求的啊！佛法嘛有所求，佛法是无求啊之求啊，求无所求啊！啊，了解这意思。佛法是真正所求的时阵，我念念想求。无上菩提，会当求到未？求未到？为什么念念想求无上菩提？这念头是妄念，妄念哪会当求会到真呢？真甲妄未相应啊！啊，真甲真相应，无求只求相应。我爱按你来求无？爱的咯，为什么爱呢？做一模样给别人看，你看求菩提好啊，
家己有求就要家己无求，这是表演啊，演给别人看，才引出机。要用这个方法给他们带入门来，带入门了后给他说无啊，无未当讲马上无啊，马上无伊就退心。啊，到什么时阵呢？伊真正觉悟了哦，原来啊，就是这款代志哦。菩提什么？菩提是你本有呀、啊，你回头去求，本有去求啊，敢是头壳骨按着头，哪有这道理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逐天甲人讲经说法，伊有说无啊，无说啦。说你无说，无说你说，这叫做妙啊！妙在这地啊！哇，一句话讲，修炼好一个法门，拢爱修着。清净平等觉，那都是妙用。你学这个，我有求，我求阿弥陀佛，我求极乐世界，你心未清净，求心地清净，一点不染，妙，那就管了。形式上，我们来做。啊，你做我就是助你利他，哦，我内心的心境对我的形象上表达出来，和别人拢看到，怎样修心境？释迦牟尼佛一生拢嘛是给咱表范呢，对出世到八上圣道，拢是给咱表范的啊。你讲多一个是有也是无咧？未当讲伊有，未当讲伊无。你讲伊无，伊真正咧做；你讲伊有，诶，心地清净，一点不念，根本都无起心动念。伊有伫倒位，伊也无爱名，佮无爱利，也无我，无人，无众生，无受者，伊有伫倒位。这就认识啊，有无啊？你甲认识个有无表现伫日常生活当中？表现伫处事啊，待人接物当中，妙啊！真正会晓看诶人啊，看到即招啊，真妙啊！啊，毋是凡夫会当想象到，这叫不可思议境界啊！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那一般人看不出来啊，明白的人才看会出来啊，妙啊！啊，咱过来看第二段。出家因净土论，净土论啊，都是往生论。为啊菩提心，即愿生佛度生。啊，愿意生佛度众生的心，都是菩提心。念处众生。往生净土之心，嘛都是念念，希望帮助一切众生认识净土。信净土，愿意往生净土，
这是好事啊。这件代志，把一切祝福如来，一个心完全共款，一切祝福的心，拢是念念想着要按怎来帮助伊教化这些众生认识，啊，认识净土啊，求生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伊就成佛。就是定有讲，父母对儿女总希望家己找一个好学校，可以去读书。在这个学校，就一顾声名，博士学位就摕到了。多一间学校有这种保证呢？十方诸佛刹土拢得开学校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学校有保证班。所以十方如来拢愿意甲伊的学生当中有真正灵性、灵观啊，真想往生的全部补上去这个学校来。这个意思咱来了解啊。十方诸佛如来依靠东声赞叹阿弥陀佛，恭敬极尊佛中之王。十方如来亲像父母啊，阿弥陀佛是好老师啊。咱这边的释迦牟尼佛亲像父母同款，不送咱去西方极乐世界，甲咱阿公无量寿经，讲无量寿经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大家也听着相信啊，想要去啊，加听几遍啊，真想要去啊。也就成功咯，真想要去，你一定就会当去啊！即个甲你讲几个原则啊，来发心。初心初看，思到前心依物发起，实业不连，实在讲嘛是不容易发起啊。这个心是什么呢？愿成佛道生，比头前三种心，自性心、真心、回向发愿心，那就看起来比头前还容易。愿成佛啦，道生，爱真愿啦，继续要去用你啊。为什么讲实在也不连？下面讲清楚了，盖以净土往生法门，是为难信之法。这是真的，一点啊拢无假。信心未生，你安怎会当发？我对这句的感触啊，是啊，真深啊。为什么我是这个路里行过来啊？啊，我学佛，那是讲用净土法门来接引我，我这生无指望了。为什么相信呢？我的方法真多啊，
先卡妙啊！我真喜欢啊，研究啊佛经，喜欢啊佛讲的这些道理，所以对于大乘经论就真正欢喜，叫我伫遐坐咧老实念，或是念袂落去啊。个人的根性无同啊，所以真正接引我入门的是华严嘛，或华灵严嘛，啊，这个经论啊引导我啊入门，我对于这个经论非常欢喜啊，非常感兴趣。那再用归净土咧，到最后看到这个经论啊，全部拢嘛是道归极乐。楞严经顶面25万通，这是我发现的，因为以前的人真少咧讲，都别人咧讲的时阵，25万通，观世音菩萨万通中啊第一。观世音尼君万通，梵文文殊胜圣贤无上道禅宗啊，引用咯。净土宗啊，无人看出来啊。我是和一个日本的和尚问出来，伊若无问我，我无去想到啊。因为迄个时阵，我拄好咧教李老师咧学楞严经，我学楞严经是佛讲，一礼拜讲一拜，老师拜三讲，哇，拜四讲，都、就是我佛讲，拜三听。我拜师叫老师的讲法讲一遍啊，我听见有6个人，阮啊7个人一个小班，每礼拜啊复讲，一个讲6个听。楞严经这部经是我专讲，对头到尾，所以老师讲一遍，我嘛讲一遍。有一拜，台湾大学几个学生。带领的老师，日本人，去做教授，马上有福啊！伊来访问我，也问我讲，学的是多一部经，学楞严吗？啊，你修什么法门？修净土啊，念佛，已经奇怪啊！因为大家拢知影，楞严经甲密是有关系，甲禅有关系，因为是禅宗甲密教重要的经论，甲净土无相关啦，所以也真着惊。楞严经甲净土是有什么关系呢？伊即个问，啊，我灵感就来了。25万通当中，不是一个特别法门啊，是2个特别法门啊。观音菩萨的法门太显著了，大家一个看得清楚了。在41万通中，特别法门无显著。为什么？白为处啊，观世音菩萨照例按那顺序来摆，一摆第二位。伊是玉君啊，眼密闭色心，伊是尼君，应该排第二。玉君后面是玉殿啊，玉殿后面是绿色啊，这就18个顺序啊。观音菩萨排第二，后面是7代地水火风空见色。是7代，所以一共是25个位次。观音菩萨对于啊第二个位次又出来排最后，这一个看明显咯，伊排第二，伊现在排去最后，太明显咯。
那大势至菩萨嘛是特别无按顺序，大势至菩萨原本是排第23，弥勒菩萨24，因两个对调一下，就调一个隔壁，是啦，真侪人无看出来。大势至啊，24啊，大势至本来23，伊也24。观音菩萨本来是第二，一排到第25，最后真就半戏同款啦，阿香戏啊，上盖好的最精彩叫做阿香戏啊。最后阿香的是大势至观世音。我忽然间想到这个，我对佛的本人，我讲安怎无关系？大势至念佛圆通中特别的法门，伊唔是正常的啊。不按照顺序排，我给伊讲加戆戆的啊！我讲你只看到观世音菩萨，也太明显了，掉一个位啊，你都无看到啊！两个特别法门，为什么两个特别法门呢？为什么大势至无排在最后？大势至的法门啊，这个念佛法门。普遍法界、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伊拢嘛是第一。啊，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呢，是咱地球上众生的第一，是小面积啊。咱这个小面积，观音菩萨第一。大爱来讲呢，大势至菩萨第一。这啊，伊就明了啊。原来呀，《楞严经》跟念佛法门啊，关系是这样密切，我讲对，一点也无错。啊，华严，尤其是华严经，最后普贤菩萨实在愿龙道归极乐。哇，对这所在啊，心净土呀。多一个人劝我拢未用呀！你老师劝我真侪摆，我无反对净土，我尊重净土，但是我无愿意学净土。我也阁是介意华严，介意楞严。这个经的分量拢真大，比无量寿经分量太多了。伊内底啊，机密无穷啊。楞严纯粹是讲智慧，华严是释迦牟尼佛49年一切经的总纲领，所以本东密先生。甲《华严经》介绍好我，伊讲这是佛经铁下界论啦。伊是安尼甲我介绍呀，《佛经铁下界论》真正是难信之法啦。我是对《华严》《楞严》《法华》都归极乐的。因啊，做引导，无这些大经大论的引导，我的信心升不起来，叫做真正难信啊。不过我一个信呢，比一般人的信的信心，唔知加强偌济倍，因为我了解啊，一般人无了解，我拢家己创清楚、创明白，我才信呢。无量寿经一本啊，我讲十遍咯。这摆啊是第11遍，特别一个讲念落的注解，嘛是感念阮伫个晚年才去拄着。
才变作知己啊。当时弘扬这本啊，就是阮两个人，伊伫国内弘扬，我伫国外弘扬。国内都是伊一个人，国外嘛只有我一个。啊，阮两个有缘度着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缘分跟李老师有关系啊。李老师以前捌讲过，念做这个名字讲过，我听过，这有一个印象无深刻，模糊印象。我俩阵。老师讲的一定是跟伊的年龄拢差不多呀，无想到讲黄连祖比伊较细真多，大我一点啊，大无偌多。李老师啊，大我39岁。黄连祖大概大我十几岁款，我认为讲这人已经做过了，无伫个咯，无想中去美国啊，听着讲有一个这款人啊，啊，咱正宗东海的东修，伫中国请一个密宗的上师，啊，我的老师啊。中家大师是密宗上师，啊，讲恁嘛请这个密宗上师，啊，咱即卖念佛无这个必要咯。我就问几句啊，上师是啥人？伊讲啊，黄连祖，啊，这个名真熟啊，有印象。啊，想真久，啊，想到咯。我就问伊讲，是毋是？问伊讲迄个卫星啊，伊讲是啊。我看完你就请伊来。啊，问伊讲起啊，是李炳南老技术的老师啊。阮在请祖师啊，老师甲阮是一家人啊。所以啊，阮就真想要见一个面。我知影讲，伊是啊，梅公喜的这个卫星是下年级的学生，而甲无量寿经的这个关系都真大咯。伊肯定就学这部经，所以我就甲伊讲，会当请伊来去美国啊，请来咯，果然真实的啊，无错啊。啊，这款的因缘，我们就拄到了，拄到真正是一见如故啊！拄到时阵通电话，伊啊，查这本的注解有因的啊，你是会看到，无讲真正啊清楚，再来美国就这套掌握。啊！我提来台湾去印一万册，然后啊，伊就转去咯。伊伫美国停住一个月，啊，签证一个月。哦，我去北京去看伊，啊，正欢喜啊！我欲去看伊咧，无想讲伊先来看我。伊知影我去到北京啊，住即个旅馆啦，伊来旅馆来看我。这伫礼节的是无平常的啊！中国人讲，去拜主人，主人回拜啊！啊，我去北京做客，主人先来拜访我，然后再请我去因家食饭。啊！一张相片现在是挂伫尖沙咀，踮啊边内底，你咧看着啊？迄就是第一摆诶见面啊，伫北京，伊规家人
要有下年纪的孙子下发性，一家大团圆。啊，知影讲伊写这部书真艰难啊，辛苦。啊，我代表我化九千年的众生，将来拢因为这本书里得到利益，特别甲这个注解提出来讲一遍，咱来分享。马氏布达康老基师第五之温，人性啊，灵性，这真可贵。信心若是无生，菩提心就发未出来。啊，确实是无容易啊。如阿弥陀经文，十方诸佛称赞本书有五作色，五作恶色啊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这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啊。释迦如来在这个时代为大众宣讲净宗法门，这三部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、阿弥陀经无闻自说，本经阿难开请，观无量寿佛经为提起夫人的因缘，无容易啊。佛在修不弥陀经的里面讲，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本书以五作恶世，是讲释迦牟尼佛出世迄个时代，所以世尊甲咱实现种种的啊苦行啊，所以互咱后世人看的啊，爱吃苦啊。为什么众生业障太重？吃苦是什么大众生？苦啊，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，有几人知影？这迦牟尼佛吃苦是为了咱地球上造作极恶的众生啊！也替咱这些造业障的众生消罪业啊！啊，唔知影恩啊，都无报恩的心。你真正知影了，报恩的心、感恩的心就会生起来。啊，如何报恩感恩？以教啊修行，那家己爱做，爱甲这个大法传落去呀、啊，世世代代弘扬落去，这是真报恩啊。所以这部经阿林基老基师用心来整理，那什么人不是普通人啊？啊，咱个看头前王良书基师做第一摆整理总调的时阵，梁师、基师、王星
假的企业啊，梁叔甲我是同乡，苏城的人，甲罗岗啊，古里五十华里啊，大概都是二十几公里的款啊。啊，彭东美先生是东城的人，阮三个小城。啊，三角形诶，距离拢是五十里。正宗大德啊，梁师技术诶，为一本叫《大阿弥陀经》，收伫梁宗内底。啊，这《乾隆大藏经》内底有收伫梁宗内底。啊，下落这个回一本，回成了后三年的时间，过十年的时间来修订，修改过十摆啊，成为最圆满的一本啊，一生的心血拢伫一本呢，确确实实，甲如来。多化万世众生这件大事就成功了，真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！因为要度佛法九千年，只有这部经，啊，其他的经论是做未到啊。你讲啊，这部经偌难得啊，太稀有了。黄念祖老技师不是普通人，哪会做出这么好的注解？引经古典，竟然能收集190多种，我能想象未到的啊！我今到去看伊啊！即个啊，参考书拢堆伫遐，伫条诶边啊，也无资格啊，堆甲真乱，安怎找着咧？敢明啊？佛菩萨威神啊，都有人送伊啊，迄真正心想事成啊，想着个人要伫什么主，伊就会来。不是诸佛菩萨的加持，这注解写不出来啊！不是两天啊，先行好友啊，再参考资料，要去到位去查。啊，咱报佛恩，报祖宗的恩。报国家的恩，报咱啊民族的恩，报一切众生的恩，都系啊认真学习。依教奉行，也都爱甲伊啊发扬光大啊。所以这摆日本。邀请我去讲经，我答应伊。我六月去讲，也是讲这部经，是讲四小时。啊，我希望伫日本讲一百小时，讲完了就回来了。这部经分一百小时功德给日本。啊，现在啊，时间。到了，今仔日咱都学到这个所在。